所以吼、哦，连续来，人无爽快，咱就倒来办单，食饭。免是无爽快，啊无你即个囡仔行到安尼，啊个脚程较歹，啊脚程歹就是代表你囡仔身体状况无遐好啊。一起飙升。我你电话阁拍开呢，知影伊闻水的电话开较安全。看你长得是人心是连电话开的拢唔知。奇怪，伊也有空的啊。派两车四人前往，于十点下午晚上十点三十分接触患者，与山庄管理员及消防同仁协助护送至快谷休息一日，于隔日8月14号护送下山。本次案件由于患者没有依规定申请相关证明文件，于开立举发单。